如何成为一个舞台社牛？第一，时刻保持活力四射，动起来啊，特别好。对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跟观众互动一点。对对，动起来，手手上有东西。好，停停停停。对，跟上节奏，不要跳。你开始。停停停！其实主要是脸就可以。哎，动起来！好，我一会儿就这样。哎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来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第二，提高警惕，牢记歌词。好的，好的，再多一点，再放一放一点，哎 ，OK， 好的。两个人才能懂得从容，人生路见得内成功。好，看一下，谢谢。台上别上台，别上台，你这整个我不恐慌，我不恐慌。那你一定要记清楚啊。第三，随时随地进行互动。对，然后再跟观众交流。两眼而生才能懂得从容。对，交流出来。哎，看看你，对，比较敏感。好，交流这块儿。